和38岁女老板婚后参加朋友聚会。不好意思哈，迟到了啊。哎，这谁呀？这美女是谁呀？什么情况？那个，给各位兄弟隆重介绍一下啊。我媳妇儿。这美女在哪儿？西边的呀，没见过啊。干啥玩我呢？这不是啊？我的夹菜怎么样？我说你们别起哄了，就问我媳妇儿的事儿。行行，我给你夹。脸都红了，别闹了，别闹！求你们了，爹，你们都自己要看中华面上，知道不？看你光叫爹面上啊！就谢两位爹。来，大叔，当媳妇儿当哥来呗。没事儿啊，干了呢，干，有人干了啊？不是，不用了，太久了，咱歇着。哎，我再忙，咱喝的也都挺好的，兄弟们，这两天见面啊。那什么，宇哥，我说句话，成了，一会儿这单我买了，就说好了，第一次见面啊，别你当我，我看这嫂子这袍，这被我交给你，我买的，都别说话。兄弟们，我说一句啊，今天全场消费我买单。哎，看着没看着，这暴发户的脾气，他刚才那俩暴脾气我都听着了，要我能掏着买单吗？等会儿多了不说了啊，把服务员叫进来。怎么事？给我来个毛子。好，毛子，今天就是开心，就是玩儿。服务员，来毛子。